江周倩，你要回头看看我吗？说我没有关系。哎，为什么我觉得还好呀？没有很冷。因为我的头发也没有干。这就是一周之后的我了。今天星期几啊？星期一。哦，我是周二的晚课，差不多。可是我这学期每节课都三四个小时。就都是 production 啊，因为你都是。对啊。快乐。快乐。我好累。不要累，你可以。我收拾收拾。准备回家剪我的小片片，一边吃饭一边看大逃杀。然后外面的猫叫声是因为室友的朋友在我家寄养了一只猫，然后脾气不太好，所以老是和原来的猫吵架。他不理我。皮呢？皮呢？Willoughby， 下来，快快快，下来 ，Willoughby， 下来，快。
언제나 내게 들은 이슈를 널 믿음으로 주문을 외워 과연 여러분의 캐시보에 숨길까? 나 你要不要进来嘛？不要，那我关门喽。怎么了嘛？你要不要进来？嗯。哎，太孤独，不管你了，我去吃饭了，拜拜。OK, finally. 现在是3月24号凌晨1:26，快1:30的样子。然后明天下午有一个下午还有3节课，就是说我明天应该说是今天了，就今天下午是我正式开始在家上网课的日子。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2页的 essay 没有写，但是我还是只得等这个玩意儿导出完，不然电脑会非常卡，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哎，这个预览为啥正好停在他上网他睡着的时候？The final paper is due on the 21st, and then the presentation is will be due on the week of the 21st, 23rd.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how people ask a research question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and it will go right through to designing the methodology. And do you think, anyone got any immediate questions on any of those three? No. So you mean that for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at we don't have to do the research, but we need to submit a, like,IRB application? I'm kind of confused about that. Yes, you don't have to submit an IRB to the... So that an IRB application is when... Hi, Emma's cat. Nice to see you. But also a feeling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o... would be happy if they continue to lose more weight. And the other disturbance is a body perception. So... unable to sort of see the reality of your weight loss, so to almost a point that it can appear delusion, slightly delusional. So even though...最近作息真的非常非常不好，最近都是4-5点睡，就是没有在2点之前睡，因为通常什么2-3点上床然后就会玩手机，就希望今天能够睡得早一点，是因为我今天早上10点就起床了，然后为了上网课，就是星期五的网课，所以我昨天晚上很晚睡，所以今天基本上一天就是也没有休息，没怎么睡。我觉得我到了12点，或者现在已经是11:56，已经快12点了，就所以说我觉得我等会儿应该会困的。也不知道，肚子有点饿，先吃点东西吧。先吃点啥呢？我作为一个长沙人，零食当然是要吃辣条了。
哎，这个真的是我最爱的辣条。哼，这好像美妆博主啊。那你看，我的眼睛真的好小，是因为眼镜的问题吗？我拍这些三月 footage 其实完全没有一个主题在脑子里面的，所以现在我是把它当作一个我做饭的视频和一些细细碎碎日常的集合。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ending 它非常的突然且没有条理，希望看这个视频的人能够谅解。现在凌晨4:12，我大概是从昨天大概是有6个小时剪的这个视频，然后我今天也是从我今天几乎是整个下午都在剪，但是我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来就是我其中我有一个部分是第一次尝试用 After Effects， 所以呢临时拍一下这个 ending。 这应该是我目前来说最后一个 randomly 拍的 vlog， 以后呢我可能更多的想说是会有一些简单脚本或者带有策划性质的视频。希望看这个视频的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